要讲一间学校的故事。天，他们在打球，有一个人说：“哦，我肚子好痛哦，我想上厕所。”于是他到了厕所，有人他说：“啊，为什么马桶里面有棵树啊？”有人冲进来：“啊，有一棵树，我看。”“嗯，为什么会有一棵树啊？”“哎，那我们来把那棵树砍掉吧。”“哦，好啊，我们来砍掉那棵树啊。”然后他拿起刀一直砍。他说：“哦，为什么一直砍不掉啊？”然后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有没有更利一点的刀啊？”